应该啊，对对对对 ，OK。我要找大概三个好了啊，等一下啊，大概三个人。好，因为我要找三个人不一样的，我先歇一下。好，现在呢，我们要用我们的那个，是生命的那个主命数，跟我们的那个流年流月流年两个农历阳历就好了，月跟日我们不拿来算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来讲这个三角这个三年的学习，刚才是不是刚才是那个365天一个月24小时，现在呢这个格局呢它是我们说三年的面向学习的，明白不明白？三年呢在这个三百六十五总共多少？这个一个格就是12个月，对不对？这三年里面算，你今年你看你的生命跑呢是在这个三吗？还在这个二吗？还是在这个四？你要学习什么东西啊？要跟什么人际关系、灵修行还是工作面对 ？OK 吗？来，我找一个最少是三个例子啊，等下我要每个人都一个那个方子那个什么位置都不一样的比较好哈。来等下。找一个谁要再举例？我们这个前面小姐啊，有没有？你的转的你一九多少？七八。别这样哈，哎呀，我这个笔不太清楚。对，1978几月？08/16。农历呢？1978。07。103，你们看到吗？后面会不会太小？对，因为等下我还有这个加起来多少？40吧，44。啊，这边呢？这边36.9。36.9，OK。好，我们来写他这个流年的，八月有没有挂的？16号挂的啊，八月他生日刚刚过，刚刚前几天，我们这个2022/08/162022/07/13今年多少？帮我算一下，10/17/18/19/20/2121/23对不对？刚才那个我们上课那个是不是213？啊，对对，这个呢多少？10/16/17/17/18。看流年吧。啊，看流年不了，看流年。好，先稍微先看我写这个完了，等下我给你们写好不好？那好，先看完这个写完的，我们就画一个三角。等一下，我们把那个日跟月那个流日那个我们切断，我们只有拿把我们这个流年不了。你看那个178盖，你看流年，看了，明白吗？好，我们是那个在哪里？是你的主命的，是放在这边。农历呢9，这个阳历，这个、农历好。我们再来写四，接下来就是5/6/7/8/9/1九是到十就变成一了哈，一然后2/3/4OK， 这个它的命主命数9对不对？九就1/2/3/4/5/6/7对不对？哎，对不对？哎，我不讲这个了。1/2/3/4/5/6/7/8对，代表你们明白。好，接下来再等一下，我再看。你看这个山在哪里？这山在这边。八在哪里？
在这边。所以我们这个小姐是她的面相是在哪里？灵这边的，灵这边，这边是属于身，这边身，对，这边心，对，这边心，这边身心灵，它是属于在灵的，在这边的，所以那个你看，8月16号是不是刚过才现在21号，对不对？所以他的生命啊，从零这个2年前呢、啊，就跑到差不多刚刚开始，这边的，所以这个，那个位置啊，两个要差不多同样的。如果你这边是身，这边是这边是零，这边是心啊，或者这边是跑到身，这边是心啊，就是你哪里的地方弄错了，好，接下来我给你们写一下，看你们。在哪个面线啊？面。重复一下吗？因为你的两个那个三角形，不是一样的号码排列。哪个号码排列？这个吗？不会排三角形。没有，这个是呢，就从这边来的。每个人的要自己的那个什么，自己的主命数的饭。你看那个九啊，它是这边的，对。然后一样的流年呢，就是这个3，对不对？这边8是，这里，要我这个我们看那个3年的，好，没关系啊，好，现在明白的自己写，等下看你，我这个是写零嘛，我要找一个身跟心的看谁写完了，你是在哪面？后面的是什么？你在生的嘛？哇，真的很快。啊，我用这，你19多少？1967。1967。5月。13。23。13。几多少？325。325 ，OK。1967。那个会的人就是直接写自己啊。05。325。就是325 ，OK。然后看。五月过了吗？过了。2022、05、13对，2022、04、05，这边多少？156。这边呢？156 ，OK。人都人的生命呢，思想跟行动一样的，它加起来一样，这边也是会一样的啊。如果不一样，这也是你哪里是加错了啊。好，我们来看，那个不明白刚才那后面小姐那个，我们画三角形，等下我们才解释哈，我们找到身心灵完了，我们一个角解释完。五号，你看它是五号的，放这边，有没有挡住？不挡了的，五然后什么？6、7、8、9、1、2、3、4这样，5、6、7、8、9、1、2、3、4你看，我们来看六的，它这边六是哪里？六是在这里，你看六在这里，是不是一样的？六像一样，对，小姐后面的知道了，她说是在生，她就是她会加会算了，六呢，它是属于工作的面向。我们那个刚才另外一个前面这个小姐是零的面线，要学习3年六月份的五月也是她比那个5、6、7、84个月了对她生命呢应该，因为这个一隔12个月嘛，她这个跑到差不多快6个月了这样，她生命跑到这边来了好。谁有新的？谁新的有没有？谁在新的那面？我给我看一下好不好？我再写一个，我明白了自己写自己，你的什么？你的身心灵，你自己，你是身啊，身已经有了。谁在新？谁在新？我看你们的几位年纪最小的，我不知道明白不明白，你们要帮忙关注一下。
只是我们在一次节吧，也是给你们自己家自己的，因为喜欢你生的，你就注意听跟那个小姐后面的；你是灵的，你就跟前面这个小姐注意听。如果心呢，来稍微找一个心，有没有找到？都没有出来啊，应该会嘛。每个人的那个位置都不一样。我们的前主席呢，你是在哪里？生也是生啊。然后那个是心吗？走的再转那边。转那一点啊。他在这边转吗？他是要进去，要进去。哪里？哦，这个如果属住这边是属于灵了。哦。他是属于灵。灵的。啊，他是属于啊心啊，来。你的一九多少？1964。1964。九月。二十。1964。8月15。OK。20、29、29、31、34、这个20、37、OK， 这个20，九月还没有挂嘛，对不对？九月还没有挂，就是要写20几，2109、20，2021、08、15。5+10=14，14+5=16，16+7，对，然后这个呢？10+16=19，19，哇，他今年的报道来准时了。我看到1901，我很喜欢教这种人的，为什么？我们说。那个王老师也说时间已经到了，你还不来呀？这个我们时间到了 ，OK。好，我们来看四，如果这人不明白就看了，如果明白了解下去，这边是什么？七，对不对？四，然后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对不对？七八九一二三。4、5、6，OK， 我们来看他的七在哪里？这边七的哈，不是你看这个七不是啊，这个七是在这里，你看，对，一呢在哪里？一是在这边，你看，对了，它是在这个转角的，去年的可以说九月份呢，就是在这个转角，九月到现在的几个月了？你算9、10、11、12、13，我们没有13的，一个月有12，9、10、11、12、12、13、14、15、16，7、8，12个月了吗？快了吗？还有一个月，就11个月了，对不对？所以他的生命啊，可以说这边他快什么？还有一个月快到8这边了，为什么快到8？你看呢？如果明年2020的变成他们178，对不对？然后这边的202，对不对？如果你在这边改的22，你看他生命快到这边了，还有一个月，今年这个现在8月，明年不是明年，下个月9月了对，明白哈OK， 他自己抓找到自己了吗？所以在我们先讲生好了，好不好？以身这边身了，讲了这身，然后心，然后灵，这个最后，所以在，身的部位，不论你是刚刚在这个脚，还是在这个脚，在这个都是属于身的，属于身的。第一个八是属于心，属于什么心？八这个是这边是属于心，对，对对，这个脚这边是属于心的，好 ，OK 了吗？二对二这边属于零了，是的，好了吗？我们的叫阿伯太老了，我叫阿公也是更老的，什么那个两排那个你们看一下可以吗？帮忙稍微瞄一下，他在哪里？你是在哪边 ？OK， 你还有跟那个谁买？好，生三年，生三年要面对什么？我们说工作，生是代表是身体，也是什么？所以平常你都不会生病啊，一路来都不看医院，不什么小心了。
如果在这个三年里面呢，就是那个身体出状况，常常会容易生病，疫情来了，哇，别人都不中，你中了第一次，一中第二次，第三次来又中了，是不是？中感冒啊，流行啊，什么什么这样，让平常都没有腰酸背痛，一到这个都是腰酸背痛，是什么？就是变成，生的部位啊，比较容易去那个生病的，好，刚才那个。我们这个你今年有没有什么病啊什么什么？刚才这个是谁的？刚才这个是谁？是你的嘛？是后面那边啊。身体怎么样？这一年的好不好？比较注重健康。比较注重啊？还好。还好的，对，身体健康了。如果是还好的，代表你在六的方面，你在能量可能你是比较提高，你就是要。运动啊，有去照顾人、疗愈人、帮助人啊、服务人啊，就这代表是可以你这个正面的，明白蛮好的。OK， 这个是身体这方面。第二个，生的呢，就是物质是，你买房子、买车子，或者什么，你有房子有地，你要卖你的房子，你车子已经太旧了，换你的新子。换你那个车子，都是跟物质的外在的啊，像买车子、卖车子，买地、卖地，像新加坡比较少，那个地不可买的太贵了，是政府的嘛，对吧？可能是在灵身的方面呢，可以跟你的什么企的就是企业的，开东开店 start。就从这三年里面，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开始，或者离职工作也可以，换一个工作也可以，它就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的。有那个后面有没有换了工作？再换啊，已经再换了，对不对？换了几个月了，刚刚才去年换的，是什么？没现在在经历，对不对？对，一定要会一个这个跟物质性的工作也好，健康也好，买卖房子什么什么，这个外在的，它不是跟人的关系或者你自己的关系，都是，我们说那个东西会由你的工作，由你的个什么什么让你去烦恼的或者包括那个金钱的哇，那么累，那么辛苦，然后因为外在呢，物质的嘛，对不对？金钱、工作什么什么都可以的，明白吗？我们这个小姐呢有吗？对不对？有的一定有健康的，买车卖车是什么？一定会有一个东西的，你是什么？是要照顾健身体，动那个。开始做工的，其以前都不做工，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对不对？好，生了我们讲到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星，看星这边的星，星三年，星三年是刚才哪个？就是是我们这边的星，星三年呢，跟工作没有关系了，跟你身体没有关系了，你不用怕生病，不用怕什么，星呢是跟什么，合同什么，人际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说在三年这个人里，在三年这个都是头痛人的事情的，可能你有孩子的头痛，比如你个寺庙的，你当主持头痛徒弟的，你有公司呢，头痛你的员工的，你有女佣呢，可能头痛女佣，然后这人会引起你的伤脑筋头痛啊，你要就是要沟通要多讲话，可以说平常你一句话不讲，但是到今年了，我不开口不行了，要讲话了。你看呢，尤其你看明年要2013了嘛的，要这边了，明年后呢，就是要多沟通，多讲话，或者在这边呢，都人事问题的，还有多工作过程，还有我们说，比方我是老师，流年今年这是这个新的，我要把我的东西。找一个我的袈裟，我的包，我要做一个什么接班人，或者，我们都是那个达摩他知道了，他80岁他要走了，
好看看的，我找一个来可以接播接我的东西加上啊，来去传那个东西给你。样子在新这一年呢，就是你要把有你的东西呢延伸过去，找一个什么，找个接待人，找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东西，或者跟人家那个合作合伙，我们英文叫那个 MOU 的，以后呢，让我的可能我时间在新的面哦，以后我要跟新加坡的易经协会合作的啊，每趟我来我要开一堂课。我不要人太多，差不多100个就好了。我觉得太多了，就这样怎么怎么谈条件哦，收费多少多少，就是合作合伙的啊。或者我去印尼的，我要跟那个永春的、日本的那个那个全的啊，他们合作的话，我来印尼的，我要教课推拿、按摩、针灸什么啊，就是那个新这边方面呢、啊，都是跟人家合作合伙。它是生长，就是你要把你的技术传出去啊，给人接。这个在心里面呢，它有两种，一种的你也是做学生，一种的你也是做可以做老师。你是哪个？比方现在我是做老师，我教，虽然说我教给你，再过一两年，哇，你学就开窍了，哇，这个师傅这个东西很好呢。我可以把他这个再教别人吗？我说可以啊，你已经领悟，你已经开到了，你已经知道了，你可以教别人啊。在一两年不一定，他变成在那边做老师了啊。一样的，老师跟学生呢有一样。我在这边现在我教那个学习我教课我做老师不一定但是我咏春拳我不会，以后那个一样，我教那个咏春的人针锥针骨。但是我要学这个咏春拳，我要跟他们学，我不就变成他们学生一样的。比方我在这边，我教生秘密嘛，我是老师，但是易经呢我不懂，我要去跟那个主席，那个黄主席什么学习，因为他易经很懂就是我们说那个有时候老师那个一样，上面下面，然后一下变学生，一下变成那个什么。老师这样都是两个都可以明白吗？我们这个小姐 OK 啊，新的哈，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合伙合股什么，平常你都不能，很多人跟你要来谈开心做生意你都不理不睬不行，这个你要赶快把握机会什么什么东西的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讲快。这个明白吗？生明白吗？三年磨练，心，三那个人际关系的磨练。好，我们来看零的那个三年的要学习什么？那个是工作物质，这个人际，心呢？零呢？跟鬼啊，不是？跟谁？跟神。零这个呢，像我们前面的小姐呢，两年半了，可以说平常的上课、读书、学习都不会，去庙拜拜也不会，不怎么样。到了这一两年呢，自然而然怎么讲啊？很想学东西，去庙拜拜求佛求神问神，来这个易经学会来上课，易经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天气变化怎么说？怎么说？零这个，不管人。不管什么，不管人，不管工作，不管人，你自己的，我们说你自己的，是你看，我们看这个小姐，那个这边也应该是前面的两三年都是也是一的嘛，101啊，是1901的，所以她前面她也是一个一个一直不断的去寻找自己，我们这零的呢，平常不喜欢拜拜啊，相信啊，或者什么什么。他自然而然会一直不提升自己的那个灵魂的提升自己知识提升的我们说读书这个在灵的方面要读书，要求取知识，要提升自己比方一个月你的薪水已经要有10万了但是呢你的薪水你要再变成什么1000万的是什么的1万的这个10万的。你要把你那个要再更提高，你的位置变成你副总统，你要升为总统。
总统，这 都包括在这个灵性的，就是薪水也好，智慧也好，什么什么，你要提升，明白吗？不准不准不准。你到头是，对对对。前几年没有工作哈。一直学，灵发那个东西，对不对？对，这个密码呢，一样你要了解你自己，你的位置，然后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什么开始冲，什么可以什么开始放慢，就是这样的。三年，这个差不多9年的，明白吗？我明白吗？3年，就是说，好像现在到8是已经2年了。对，是的。是2年了。对，那就是说我还有再一年。再一年，对。然后毕业了。对，一年你的零这个毕业了，比方你读博士、读大学、读什么什么啊，到了已经，你看，还有一年，对不对啊？等那个一年完了，你就开始新的东西，这样，好，这个明白吗？身心灵明白。然后再回去心，对吗？对，又回复来。我们说，等一下我们上这个晚了，等一下下午呢，我们在那个这个三年，刚才是流年、流月、流日呢，362天、30天、1天，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三年的，你就把的有12个月、24个月，对吧？24个月，对，你看那么长的3年，等一下我们就。沿的5个阶段，那个哇，20年的你要计划去嘛，然后呢，完了你就要看你那个就那表，哦，哪一年你那个你开始要很详细你的那个要达到你那个什么生命的游戏啊什么什么，哦，我要应该要怎么样，那个时候就那本表那个好这个明白了吗？3年面向就 OK 了吗？不会，对，一定要一样的。如果你这边3在这边，这个8在这边，这表你这边哪里，你再重新算一下。哦，原来我错了啊。对，两个都一样的。不可能一个在心。对，长，因为我帮人解读，我大概都是先画这个三角形来对这个啊。这个如果对了啊，如果不对的话，这边再升，这边再，我就是抓好了，还是我哪里算错啊？这样的，一定有吗？有没有人不一样的？有吗？这边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好 ，OK， 来黑板擦掉，等下我们再做一个这个，太高的人才可以擦得到，才会进去才能了，高的人才擦得到。这样大家才会知道有我的存在。有看到吗？有看到我吗？有。转一下。声音有没有？来，讲清楚，听到声音，听到声音，按一下，震一下，给我开心。声音清楚吗？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个三角了，我们就差不多可以走上一个释放消化来的。现在那个我们这个三角，这个我们不要去管它那个号码那个是什么，我们是整体的3年，明白吗 ？OK， 现在我要画一个这个大这个三角，不过三角你可以你看它变成变成三角这样 ，OK。对，可以，等一下那个，好，这个三面相你认为是，身，心或者灵，哪个转角是这个哪个最重要的？这个三的哪个转角比较重要？所以说是身这个转角重要举手，我们是王老师这边的心呢，那边也是这样，我觉得都重要，心这边重要，然后这个呢，都重要，这个三个都重要，有没有说灵的？灵的，对不对？
三个重量，所以呢，我们说。